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阿美语的你好吗？我们要不要学？要不要想要学习？我们第一句话就好了。那爱好，好，再一次哦。那爱好，对，你们很棒哎，我相信对你们讲这句话，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我再一次哦。那爱好，那爱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好。再一次哦。那爱好，那爱好，很棒很棒。我相信在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上帝的爱跟上帝的祝福要倾倒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你们今天晚上带着礼物是丰丰富富的，好吧？我们接下来用我们原住民一系列的一连串的诗歌跟舞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首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是我的王。好，亲爱的各位嘉宾，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
们后面的朋友可以往前坐，我们前头还有很多位置，我们还有七首歌，所以欢迎大家往前移动。各位大家好。好，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自由的歌唱。当我彷徨无助，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呢，耶稣的爱就进到我的心里面，而我也会回应耶稣对我的爱，就带来这首自由的歌唱。你允许都要成就，你心事永远不朽，唯有你是我依靠，唯有你是我荣耀，你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我放在心上，在你那地中，我在世上等，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爱我直到永远，在你那我自由的歌唱。永久，你许都要成就，你心事永远不朽，唯有你是我依靠，唯有你是我荣耀，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我放在心上，在你那里中，我在纸上等，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我直到永远，在你怀抱中，我自由地歌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对。其实刚刚那个是我的弟弟，给他一个掌声。耶！我接下来要唱的一首歌，它叫做《难与蜜之地》。那它是一个歌手梁文音，他在专辑里面有收录的歌。其实这个歌词里面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上会遇到非常多的脆弱，以及我们的软弱。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就会在我们的当中来保护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那接下来带来这首《难与蜜之地》。
盛开的
首歌，它是那个团员自己创作的歌，那个歌名叫做《我不能没有你》。Oh,
我们要带来一段舞蹈，叫做《南王系之歌》，掌声鼓励。九族文化村有吗？你们有没有想要跳？有还是没有？有吼。那下面还要我要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跳，可以吗？可以，这边有人要跳啊？怎么没有声音了？可不可以？可以哟，来哟。好，我们就找你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布农族的古调，要跟大家一起来呈现。这一首歌叫做《孩子回家吧》，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因为我
们都是阿美族，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布农族的语言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父神耶稣基督，他正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他说，孩子，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什么，不管你有来自功课的压力，或者是人与人的压力，或者是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活下去，在这个时刻，这首诗歌它最大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一位神耶稣，他正在呼唤你，跟你说，孩子，回来吧，我在等候你，因为我爱你。好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大家好。Thank you.
标准吗？哦，有差一点了。可是呢，我告诉你，我们也很努力的学习你们的母语，因为我们都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接下来这一首诗歌叫做《上帝爱原住民》。不管你是汉人、原住民、客家人、闽南人，或者是你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当你踏上这个美丽的宝岛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一家人，是不是很幸福？是不是很幸福？好不好？幸福就给自己拍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跟你们来分享，上帝爱原住民。跟我们一起来唱吗？我们这边有字幕。就是你期待塑造特别的人，
要扬声欢呼，在每个从我处热情的原住民。热情的原住民，我要扬声欢呼，在每个收获处，热情的原住民。接下来这两首歌，我们要用我们的阿美语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让你们今天晚上带着上帝满满的祝福回去，好不好？用这首《乌拉诺达巴》，神爱世人，呜呼。
等待。